要曲的还是直的呢？曲的好了，曲的很曲的 OK 曲的比较角度八往后暗时啊吼，安尼想着讲，迄电视安尼做甲遐闹热啦吼，啊，我永摆嘛是家庭很闹热啦，真侪人呢。我内底遐有伤吼，迄啰，迄囡仔大人吼，二三十个呢，一个家庭很侪人呢。啊，即摆若想过去吼，啊嘛想想会流目屎呢，会想讲啊真孤单啊，真寂寞呢。啊，哪会今仔日会剩我家己一个？唔会好呢，会好无伴啦，唔知好安怎？这边有送餐，还有共餐，就是依照长辈他的行动能力跟他可以就是参与的方式来就是满足他就是吃饭这件事情的需求。来这边共餐的长辈，他们可以藉由一起吃饭就相互交流，联络感情。像在这边共餐的也有一些是独居长辈，那他们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或是已经比较年迈的，那其他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点的阿公阿妈都会去帮他打菜啊，或是帮他搬桌椅啊什么的，然后也会相互的问候跟关心。如果是自己在家比较难出门的，可能像送餐的朱大哥啊，或是其他的志工，如果有到他们家，都会去拜访他。来，我刚送的时候，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会要求要收据，那我就得开收据给他们。往往送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我收据拿给他，他们都不要，要这个干什么？这个就是说的话，一步一步慢慢建立的话，这个信任感。高大，我肯定来提了。这什么？衣服。什么东西？囡仔。最上重要的交易。我来到这来了。我给你了。好，谢谢。难咯，因为传教会教的啊，上帝要信教的都爱你教。老人家嘛，凭良心讲，吃饭的话哦，当然的话是比较特殊啦，哦，那个照顾方面是有这么基本的。可是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老人家需要的是一个关心啦。要我的啦。哦。叫我阿嬷四十个，啊叫我阿母十二个，四十个了五十二个，五十二个叫我阿祖哦十三个，哦，啊就六十外个啊，啊名煞袂记个，名煞袂记啦。啊，若想着讲啊，安尼过去安尼即子孙。安尼遮大阵吼，安尼真闹热。啊，今仔日哪会剩我家己一个？安尼啊，就想落地会咳喉，会来流目屎。啊，袂流目屎。
对。